子。 猴子，我也追不上你们。来呀，武士，再抓我们！嘿，悠着点儿，你快把大坏蛋累坏了。这是你的老窝吗？我来毁了他。他不会累的吗？我真的回去看书去了。不是吧？今天都赶了那么久的路了。拜托了，母亲要我们耗一耗他的体力。 气馁啊，大巫师，你的战斗力还没有结束呢。你妈肯定会想我们跑哪里去了。赶了那么长时间的路，伸展伸展腿脚，有什么不行？也是。